我哋每次落星光哥艇都俾我哋惊喜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Marco。 今天我们几个就落下江哥艇，钓的位置就是青州附近，目标鱼就是花滑，之后我们就会揸大鲤钓下其他的杂鱼。好大条啊，你一条好大条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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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哥每次都帮我们准备了三斤的沙哈尼，每次都用得晒，只要有花滑就得了。我吃啊，好大力啊，拉下去。哎，有得我。哎呀，有冇保重啊？唔系啊，我系中风头见到落水，跟住咧抽吓亲啊，妈妈。我都吓亲你两个，因为两个一齐抽。应该到咗，到咗。唔系两条啊。哇！一起兩條，喺邊有針，邊有針，咁鬼重唔怪之啦。今日農曆十三，氣温28至33度，吹西南風4級，有雨，個個星期都落雨，我哋預計個收穫都會受到影響。釣花滑我就用上呢一個釣組，我就用副3號嘅魚絲，下面就用粒30g 嘅波子圓。至於揸大鯉嘅時候，我就用副5號嘅魚絲，用粒60g嘅子彈圓，4號做拉腳。最紧要都是加一粒夹圆，总之全日咩都玩匀。今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部暂时市场上画面最终极的360相机，我就顺便拿去日本旅行试一试。一部机走天涯，我就冇带其他啲机去。呢一部就是 Insta 360 1RS 1英寸的全景相机，最大的卖点就是今次要做画质。他们就找来 Leica 一起合作，再配合一寸的感光元件，画面就可以做到最精致。今次的日间时间就拿去钓鱼，拍出来的画面就比我之前用 X2 和 X3 更加靓，明显上中间的构图部分更加靓。讲完部机最杀食的地方之后，我就讲下我的用家心得。因为这部机是无组式设计，接驳口就有几个，当我在钓鱼的时候换电就发生问题，只手湿很难就避免，每次都要准备条干毛巾抹手，要抹干埋部机，确保冇水先好换电。第二个问题，呢一部机好易过热，以依一两个月7、8月嘅天气，我喺户外长录7至8分钟，已经收到过热提示。喺香港咁嘅天气，真系好难避免。以上就系我嘅分享。由8月30至9月14号 ，Insta 360又做优惠啦。我今日介绍影得咁靓嘅360相机就做95折，而其他品种嘅机都有优惠。购买链接同埋详情，我放喺下面嘅文字描述，大家得闲可以参考一下。房顶松得滞系嘛，冇喐过。啱噶啦，佢支杆，佢支杆顶唔起啊！慢慢慢慢。巨轮啦，巨轮啦，咪攞捞机望，攞捞机喂，佢支杆系未插得好啊，系啊，插得好啊，到啦，红鱼啊，帮我插个。唔係啊，生蝦，不過食咗好多蝦先肯。哇！我覺得唔係話。細輪嚟，好嚟開啊！喂，嚟開。細輪。
好似似斑咁嘅喂，咁聚头嘅喂。可能系石狗公。可能是哦，真系，真系，哇，真系沙粒啊！哇，呢饼嘅呢饼大啊！我都系喎，而家冰紧水。系啊，嚟到嗰边啦，阿周。哇，呢条劲啦！哇！呢度有大條喎，一條不影相。呀，唔好大，人哋話唔大就唔大啦。未炸乾，未炸乾，炸乾先大啊嘛。好粗啊！流水唔啱，我哋就唔釣花滑啦。我哋試下第二啲魚。係啊。咁樣請。哎呀，正！咪大嘢。咩咗啊？咪咁。咦？又翻返嚟嗰度？埋班嗰类，喂，唔知啦，食咁耐啊嘛，系咯，咁耐咧，咩嚟噶？哎呀，红鱼，哎，好唔该。咁鬼耐，哎，又一箱嚟啊！过嚟，买啦买啦，谂起啊，后边啦，你下房啊，你死啊，死就住啦，爆嘴噶嘛会，哎，细卵啊，哇，巴卵，哇，爆噶。喂，你過嚟，中咗隻地，你過嚟演佢，好大條咧，正嘴。睇住全部到曬繩，冇掹冇掹冇掹。喺艇底，阿光哥。得得得。光哥。哇，都光嚟㗎。唔係啊嘛。似係咯，閃咗嘢頭先，白色。黃立倉。白蘇公似啲老友。唔係啊，哎呀。真係。真係白蘇公啊。啖啖肉啊！雞籠雞籠倉啊，好似翻屋企唔使打輪啊！雞籠倉啊！哇，好大條啊！係啊，好大！哎呀，白蘇公嚟㗎！慢慢啦，慢慢。我嚟得㗎，我嚟得㗎。我放俾你係咁。得得得得得。轉。哎，唔該曬。哇！到曬先啊！到曬繩啊！哎，開心曬啊！係咯，開心曬。真係攞曬。哎，大鑊啊！大鑊。哎，點搞啊？喂！今日總算唔錯，有十零條花滑，一條大紅沙粒，一條白蘇公，另外仲有幾條斑。
呢部全景360 Leica 相机影出嚟系咪靓啲咧？今次嘅分享就到此为止，我系 Marco， 下一集再见。